这个会不会很难？还好，还好。今天一个高桥。大桥。几天几？六。啊，弟弟呢？哎，不是你呀。弟弟是几天几？我也六年级。啊，你弄什么？我弄很多东西。啊，你这个机关呢，叫什么名字？今年2018的彰化县世界机关网比赛在大竹国小举行，那我们有分为两组，那一组是机关整合赛，是由小朋友利用他们的创意将所有的科学原理集合在一起，制造出一个互相滚动式联动式的机关。那另外一组呢是机器人的比赛，那他们要利用他们的写程式来让所有的蓝牙电脑让结合在一起，让所有的机器可以由他们的手机进行操控，然后进行积分的比赛。那这两组呢，目前我们总共有24组是机关网整合赛，有18组是机器人大赛。那在彰化县不管是国中还是国小都有参与此项的活动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事。